同台为我传情赴天呢。你与同手似雪之前，你同是佛祖宇宙本是其实，你同繁华龙火火火火火火。湖北一大项链换，热播电视给您看，电视最美的乡村，咱的最美的青春，扶贫攻坚电视剧也被观众记心里。中央电视台落播，前期宣传并不多，占据收视榜首位，说明对观众口味，连续收视率走高，观众人气也飞飙，观众人气也飙升，走进观众的心中，扶贫电视主旋律，印象深刻难忘记。广电总局的重点剧目来开展，扶贫攻坚任务重，全面小康的使命，这个使命有背景，观众朋友看得懂，基层工作的人员，各种角色来串联，响应党中央号召，扶贫攻坚有高招，扶贫工作和故事，三种扶贫的模式，扶贫干部的类型，人物特点都不同，人物形象有特点，扶贫工作来开展，多种扶贫的状态全都电视里面晒，丰富内容和含量，让人过目都不忘。三个单元来展开，导演演员都牛掰，三个单元的容量可以很多集播放，众说起来是精华，剧情太长显浮夸，太过浮夸的剧情精彩故事难生成，故事节奏变得慢，生拉硬套也出现，不如选择去平衡故事逐渐来铺平，三个故事和单元彼此巧妙的相连，扶贫工作不平凡，各种类型都宣传，不同扶贫主人翁都是毕业大学生，创业故事来完成，争取年轻的观众，扶贫故事很生动，表演起很大作用，演员表演很贴切，很多桥段难超越，那些卖惨和哭穷剧情都有大不同，剧情都大不一样才能央视台播放，不是人物有根据，都有原型来比拟，都有现实的原型，不是东拼西凑成，演员非常有压力，各种状况要顾及，面对各种的挑战力求真实去展现，热播最美的乡村，演职人员最用心，不管导演或演员都把好作品流传，作品满满正能量，各路演员都很棒，题材新颖，电视剧也被观众记心里，精品团队来打造，幽默风趣又搞笑，风趣幽默感动人，吸引粉丝一大群，著名导演杨靖宇精彩作品又开启，还有主演杨志刚也为电视来增光，那个来增最为年三次在国内唱绝和牧羊写一首浪费电工艺之歌，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苦花组合，为他们量身制作月亮之上花遍全国，听歌曲的走火孔雀与苦花签约，苦火死不活一改名凤凰传说，因苦爱文传奇被别人一语打破，改名成凤凰传奇后在央视情歌赛上一战歌喉，因灵花太紧张被评上第三等奖，故事有俗话说是镜子总会发光，在星光大道上再度唱月亮之上，荣获的年度亚军冲进乐坛势不可挡，身躯冠民族风有时间以后再讲，在成团10周年首先把祝福送上，我们到第二期又要把什么来讲，请大家拭目以待，感谢关注爱歌社团，去市场台。